嘿，大家好，我是湘恩，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神庙祭司的教学。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订阅并且打开铃铛，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更新。那非常感谢呢 Roy 呢赞助了50块美金，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我想跟朋友观众朋友们说呢，支持我的方式有很多，常常来看影片呢就是最好的支持的方式。右上角可以看到我们的出装以及 LE。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金娜的造型呢看起来很能打，请点个喜欢。我们对线的敌方呢是普雷塔，大家注意到我的出装呢是比较痛的路线，跟之前比呢没那么坦，可是呢伤害比较高一些。那这里我们先拦截敌方的章鱼，比较可惜的是他利用那个穿墙的距离呢，最大距离成功逃脱。那我们赶紧回去拦截兵线。珍妮本来是想要叫我们的朋友来蹲那个普雷塔，可是他们没过来的话呢，就没关系。如果刚刚过来的话呢，应该是蹲得到他的。那这里看起来敌方要打起来了，化解敌方甲虫。那这甲虫有点凶。我们先走向我们的队友，那我先开个免疫躲掉一些伤害。那这里呢我的球弹死了那个甲虫，拿到了一血。这里我们赶紧开一技能，很刚好的我们拿了二血。当然剪头并不是我的目的啊，本来只想拿个助攻，可是拿到头了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还比较好的。我们这里先干扰一下普雷达回家，我们再金塔丢他一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下一波兵线清掉，试试看能不能让那个普雷塔吃不到。可是呢由于这个地图有点小啊，他应该是赶得上回来的。这是化解甲虫，甲虫过来帮他守一守这个防御塔。这时我有点贪心哦，因为甲虫的血已经在我的斩杀线，我现在想法呢是想要勾引他们，让他们三个知道我的大招，结果呢自己就反被勾引了。那大家记得不可以太贪心，因为我刚刚呢我心里只想着要怎么让他们三只同时在我的大招范围内，而我并没想到呢我的免疫其实还在冷却中啊。刚刚我有了免疫的话呢是有机会三杀的，可是人嘛总会犯失误。那大家呢观众朋友们可以参考我这个失误，大家以后就少一点犯，这样也能反向学习吧。这里我们去找敌方普雷塔，好，我们的普雷塔呢被敌方的甲虫找到了，我们尝试尽快的去支援。我们这时候是有大招的，可是先冷一下。好，这里我们直接开大招。那我们击杀敌方甲虫。大家要知道呢，金娜的大招呢是会刷新他的被动。这里我看我们的章鱼直接扛塔，因此我们就果断的追上。那虽然我们拿了二连杀，可是牺牲了我们的章鱼，这样对我还是觉得没那么好了。可是呢，是一个三换一的局面，所以我们有点赚。我们的艾莉呢过来帮我们补线，我们就过去把那个防御塔推掉。这里我们先观察一下地图的局势，我们的那颗呢把下路推得很深，因此敌方要守塔的话呢，是他们的防御塔被推掉之后，他们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的野区很容易被入侵。我站在这里呢是想要看看他们会不会走过来啊。好，这次我发觉我的螺丝冲进去哦，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那个章鱼的大招呢推得非常好，
他把我推开，并且晕眩在那边呢，让我的大招的伤害的时间度过了。刚刚如果章鱼没推呢，我是肯定可以杀了敌方的两只后排。因此只能说，那这个章鱼的操作实在太好了。那我这场游戏死了两次，两次呢都是因为敌方的章鱼。所以呢，一场游戏下来，我们也是大概可以看得出敌方哪一个人的观念最好。那我们先清一清兵线。我们这套树桩呢，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的奥义跟装备有吸血，因此呢，我们只要有蓝 buff 呢，我们是非常强，可以一直打架，比较灵活。这里我们先拿了两个人头。我们的大招在冷圈呢，我们就追不上敌方的勇。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罗斯呢，想要利用他的高机动性强行击杀。那个勇本来看起来是逃得掉，结果我们的罗斯非常心机的躲在草丛。那最后他也是带走了敌方的勇。原来玩打野就是要像他一样心机很重。那可是呢，我们的章不是敌方的章鱼呢，连罗斯也杀得掉啊，实在有点厉害。那我们这里直接开大招，好配合我们的队友呢，我们成功击杀敌方的甲虫。那珍妮呢？由于艾莉没大招，我觉得她有大招，她应该会直接冲进去。然后呢，我们就放生她吧，因为我们没有大招，还是可以输出了。金娜的一技能跟被动呢，输出还是蛮高的。大家有注意，我常常在草丛发呆。其实这并不是发呆啊，这只是在找一个机会。由于兵线呢，它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嘛，因此兵线还没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时间，试看做一下视野或者蹲一蹲敌方。那这里呢，我发觉敌方三只哦，我们打算绕后直接从后面。那我们的章鱼推得不错，我们跟艾莉呢，艾莉跟金那两只。范围型的伤害，那我们切后排呢，这是非常成功。那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团战，无损的零换三。那这次团战的重点呢，就是章鱼的推得很漂亮，然后普雷塔开大呢，把他们吓跑。这时候呢，他们往后逃的时候，后面又杀出一只金娜跟艾莉，把他们包夹在那边，所以他们是死定的。这里如果我们的队友呢要强行结束呢，是可以结束的。那看来呢，我们的队友还想龙一下，我们就先把这个蓝 buff 吃一吃。那大家有发觉金娜呢，他的大招使用之后呢，大概15秒就可以再使用一次。而我现在有蓝 buff 之后呢，就会更快。因此他的大招还比较不像大招啊，像一个中招。好，这里我们的艾莉晕到敌方的章鱼，因此我直接开启大招过去把章鱼击杀。这次普雷塔有点凶哦，可是他的比较可惜的是，他的经济不良，发育不良，因此呢，他不够的伤害把我打死。那看到我们的罗斯呢，要结束游戏了。那没意外的话呢，我们这场游戏顺利的结束。以上呢是我带来的攻击流的金娜的教学解说。如果大家想要看坦型的金娜呢，我的频道上就有另外一部。那我是尚恩，我们下次见，拜拜。